仿佛童话故事中才会出现的场景。庄园中处处都是浪漫又梦幻的景色。女主人在一次芬兰之旅后，久久无法忘怀北欧美丽的乡野风光，在接触到西平里这片山林后，打造出了这座魔法庄园。每个人都幻想拥有的树屋是园区内的人气景点，可以亲子同乐的堆沙坑，让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。丰富的自然生态与用心打造的特色建筑，建构出如梦似幻的园区，也曾是偶像剧的拍摄地点。来到这边，放下平日的纷纷扰扰，为生活施点魔法吧。